嗨，大家好，我想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圣诞呢，也是大家开始感恩的时候，感谢你所拥有的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孩子，你的伴侣，你的健康和财富。那我希望大家2017年能够健康平安喜乐，然后我也感谢我过去的客户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然后呢，以后下次再见，拜拜。